30日于后台咖啡举办演唱会，引人注意的是他为了增强自己的肺活量和体力，特别为自己定健身菜单，其中包括必须每天跑步半小时，还有一个礼拜5天都要锻炼肌肉，再加上饮食控管，以小鸟胃进食法，分多次进食，这也让他从原本的40公斤瘦到剩下40.5公斤，相当努力的他在总彩排时还提前一个礼拜处于天天密集练团的状态，还要练到凌晨半夜才回家休息。而出道至今瘦到不少关注的他，竟也吸引许多厂商青睐。 办演唱会的同时，还迎来入行后第一个代言，对此韩非也相当兴奋。最后，他也透露说到自己目前已经开始着手新单曲，并表示会有不一样的曲风以及呈现的方式，希望能让更多人认识到他的音乐。